我只祈愿这天下太平，万物苍生，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悲剧。这十年来，你我之间一直彼此照应，其他事情对我来说不重要，但我不能放弃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：如今，太后忠义侯君已死谢罪，但是帝家儿郎八万阴魂如今还在西北青南山下游荡。 还望陛下可以亲自前往，将八万阴魂引回京城，向天下证明。五余年这步棋接得可真好，但还是我更棋高一招，还不至于要到寿仙的地步。去凌霄楼找洛明熙吧，是时候安排下一步棋了。中海，我问帝家军可是叛军？既然不是，那就抬起头来。忠臣良将都被陷害，世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要让十年前的帝家真相全部都大白于天下。 你可能助我。如果我只是仁安乐，我大可以只做我的官吏，等待着平步青云。可我是金安侯之女，十年前，我叫帝子渊。